抹的是那个，这个想抹，我真的特别好使。我们现在刷碗都油啊，咱不要洗洁精，给大家都抹了抹吧。这碗一会儿一冲就干净了，油都在这抹上，看黑乎乎的那种不着味。这个是植物油，植物油要拿水泡热水才能行，不是动物油，咱就得用热水冲啊，不用洗洁精。OK， 拆开来水，那么冲就行。因为它是木质建立的，汽油不沾油。 跟苏花落一个性质，特别好用啊！好多很好用，多买几瓶还不合适。啊，壮胆并拧，拧完影响的使用寿命。看看，你看这。哎，吃饭吧。嗯，家真热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，热呀！这小盘菜一瞅就好吃。嗯，他就爱吃这玩意儿，紫热的天他让我炖这玩意儿。哎，来醋吧。来点吧。你爱吃这个粉条，你看我那个白菜。有点饿。饿了你。今天吃的有点晚。早就吃上了，早就吃的少了。嗯。 好吃吧？不怪他爱吃，这连汤带水的吃好吃，就是有点热，你都攻毒。嗯，就是拉豆素蛋白，给它煎黄瓤，和点酱油，跟芡挺好吃。香汤。嗯，好吃。 哎呀妈！今天是个墨伏啊，哈尔滨都热死了人了。嗯，再过两天就能见完了吧？说要来雨吗？能吧？也不知道哪天来。快拉倒吧，这雨下的好艰难，是吧？嗯，我算算，不是，今天夏天也这么热，热的今天热的有点邪乎。嗯，有很多粉丝朋友问咱俩。 说你俩这也不吃肉，想缺不缺营养？嗯，还行吧，挺好的。实际我俩已经吃有将近20年素了，挺好的，身体还可以。但是每天我们是蛋奶素，每天吃一个鸡蛋和一杯奶粉。好像目前来说看还行，前两天去查指标了，都正常，什么都不缺。其实素食照样做。 也很好吃，就每天别让他缺豆腐，花生，各种豆类、各种蔬菜照样吃，我觉得也可以吧。这么都是种子食品，什么黑豆了、绿豆了哈，黄豆、黄豆，这种子食品多吃。专注的毛豆。嗯，叫我煮的毛豆。一会儿阳光再下一下，咱俩就走了。那就这天我说他，我感觉都是亡命之徒。 我瞅着阳光，我就嘚瑟，那一点出不出吧。